开立体声，利用光学测微器量毛发、刀片一类的短距离啊。画一张薄纸时候，参考针在镜内之向哈位移两公分，就这个大 L 的哈，这是等于两公分的哈。若置一薄物哈，使参考针的向哈这个位移呢四公分哦，就 L plan 哈是等于四公分的话，则薄物之厚度为一张纸的几倍啊。我们知道哈这个 L 哈，它是跟什么呢？跟大 L 成正比的，所以 L plan 呢除以 L 哈是等于大 L plan 除以大 L。这四公分除以两公分，等于两倍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厚度哈，这是一张纸，一张纸的厚度了，这是待测物的厚度，是一张纸的两倍。所以答案的话，应该选 A。